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真小李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款新的船杆 Brass Stick 黑棒桥底杆。这次做了两个规格，120号及150号。此款采用春真最新 Super Blank 超级棒技术，杆体采用极度牺牲的设计，最初圆径的部分仅仅 10.2mm。此款总长195公分，采一本半设计，采用富士 DPS BFSD 20号 GM 的分离式轮座，下方配置 ALPS 铝合金船用架锁管，使用上建议将船架总接头固定于此套管上，做这样的支撑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。钢尾部分涂装排漆，增加木饰性。全杆采用富士 KW 系列双脚导环，杆身中度包覆米字形四轴编织布，增强多项维度的支撑力。EVA 手把采用钝化三角握把，让您和大型鱼对抗时可以有更高的稳定性。我们总结黑棒桥底的五个特点：一、纤细，素材最初的部分仅 10.2mm 左右，超细杆身，整个视觉感非常的吸引人；二、敏锐，融合实心碳尾的元素，讯号的传递更为强烈；三、坚挺，不管是120号37吊还是150号28吊，握把以上有着惊人的腰力表现。四、手感，轮座高度38公分，整体的平衡位置就在轮座的上方，就算手持超杆也能够很顺手。五、强韧，在仰角75度能有超过18台斤的劲拉力表现，以目前台湾近海钓法，杆子的强度绰绰有余了。但小李提醒，留意你的准线器是否还能够撑得住哦。此款黑棒桥底杆的应用面很广，针对船钓桥底非常的适合。除此之外，喜欢用活饵钓法或者是铁板钓法的朋友，也推荐你来感受一下以小博大、细杆钓大鱼的快感。接着就用实际的铅锤挂重比较给大家看看两把杆子的钓性吧。Go！最后，对于此款黑棒桥底杆有兴趣、有疑问的朋友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分享哦。我是春真小李，下次见，拜拜。